你讲这些劳动，台湾的很多法律学经过营业处理太体统之后，民众对体统变得很难警告。国家体统共产党有重心，也部署法律学的研究之间，这套体统继续广播内容，两句话综合实力。同时，对研究之间一项体统战略，也采取两套设施，准作为了远见体统的参考。上课上到这班，体统进步突然强。小朋友经过线上的带领，但能丰富跳脱，忍住狂躲，走过底下，避免被跌下来的东西打到。第三排的第三排的体测班老师将小朋友引导至桌子底下。对体统变得毫无按照之后，线上忍住突然小朋友就到往后背无动法的体风去偏难。共同整顿体统的战略，也开始提醒小朋友的防警观念。刚刚地震一开始，老师有没有叫你们戴帽帽？有。然后呢？戴帽帽完之后怎么办？躲在桌底下。然后再跑出来，是不是？对。然后体统就跟内统，法联学就是在对这件教导。结果，老国军中心斩断连线，对扫描地图是否通的体统素材提供，被民众觉得严实困难。震央在我们花莲地区发生 S 型的地震，四级以上，它在一到三秒之内侦测到它的震度达到四级以上，它就会启动它的预警系统。营业处理的积极台体统，文言单对体统这个异观的发电音变得很难警告。一套内统经过调节牌测试，效果当好。不过发电水工作还能提醒乡亲朋友，随时多有正确的防震观念。上海报名字头，还有什么中国信发展报头。